我是观光列车站的111年5月7号瑞芳站北14:36，我拍摄是2160次哦，新颖发车将3线依然先看瑞芳的原油701加轻油啊，你看一下用702加轻油啊，好全都是我在瑞芳站，大家就会驶进它的终点站瑞芳站哦，终于回到瑞芳。后来决定今天还是决定先跑这一趟好了，因为毕竟之后都可能都在博物馆看看的，对吧？不管是苗栗博铁道园区的，对吧？或者台中园区，或者铁博物馆，对吧？啊，那能看到他们上线运作的机会也应该只有这一次吧，对吧？啊，瑞芳站外。机外停靠，应该吧，慢慢下。A64次哦，瑞那个新一发的江山鸟瑞芳的1170请阿福停车车网。瑞芳站北机外等候，列车交会。啊，来啊，泰鲁哥，哎。这班才417的，啊，我看错了。这班才417，我教会了，我知道有个这样，今天用1016，两天用1015，我知道有个这样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我有那个忙着，都点不到就。这班才417了，那前面那班是什么？反正到时候看好了，反正前面企图教会有一台。啊，我知道，对我看错，抱歉。那我知道，企图那台是219次，219次，对。所以我把两个搞混了，这台才417，后置还有个，然后企图在那个是219，因为4.25啊，代币219嘛。啊，那我知道。竟然说错，瑞芳站快到喽。终点瑞芳快到了，但是417次资本，然后219次是花莲。到时候我记得改一下就好，对啊，记得要改。702加轻盈 Alpha 天车网站瑞芳站准备行动。瑞芳飞机港啊，万事如意，再见。万事如意，再见。好了，2164终于在终点站瑞芳站行靠拢。如果喜欢片的话，咱们多多点我们大家。终点站瑞芳站停靠了。
21644，在瑞芳站，你好。叮，开启车门。完了，路关下面干嘛？咱们都在丢我们大地方票。我瑞芳站终于到了哎，我都很感动了。啊，路关下面干嘛？咱们都在丢我们大地方票。21644，在瑞芳，瑞芳站。我小明跟妈他们都在丢我们大地方，是两个高度。好了，谢谢各位的讲，拜拜。用702+70121644新营发车，台南的新营发车叫三线，瑞芳，的阿宝全车，在。瑞芳站，终点瑞芳站，你好，谢谢各位。他跑234瑞芳花车，叫三一号加一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OK， 再见，拜拜。